人讲四食为大，所以透过丧礼的参加，无啥物人好计较，拢总会当来放下。不管是宗教、战争的各国领袖，或者是反恐、战争，正济各国的遮的领导者，或者是长期伫政坛有激烈的对立的政敌，透过丧礼的参加，会使讲上界和谐、上界和平、上界平静，无任何的紧张，嘛无任何的不愉快，这就是和解上界好的场合。丧礼，我会记起美国老布希总统过身之前，伊讲伊那死了后要来做一项对美国国家上界有贡献的代志，就是要来促成现任的总统川普甲无共党的克林顿总统、奥巴马总统，甚至克林顿的夫人希拉蕊这个政敌，还有共党的，也不是讲遐人好势的小布希总统，大家也当来大和解。当然，在双礼外交上界有代表性的，就是2005年四月，阿扁也是第一位咱台湾的总统会当去到澳洲唯一的邦交国，会当打起你教廷土地的台湾的国家领导者。虽然咱两国有将近70年的邦交，但是台湾的总统拢总无机会去到教廷来访问，阿扁也是第一个，是参加着故教宗若望保禄2世伊的丧礼弥撒，80几个国家的元首，会使讲未记得，还有所谓的反恐战争、宗教战争，包括阿富汗的总统，真侪伊斯兰教国家的这些元首，大家拢总去参加天主教故教宗若望保禄2世伊的丧礼弥撒。阿边啊，边啊，就坐巴西前总统卢拉加因太太，一个国家代表团5个，其他3个就是巴西前无分党派的总统，大家做伙也当去参加。美国5个内底，除了小布希总统以外，还佫有国务卿希拉蕊，还佫有前总统克林顿加老布希总统。所以无分朝野，无分党派，透过丧礼的参加，国内大和解。去到丧礼弥撒，更加是全世界大和解、大和平。所以阿扁啊，嘛非常的感谢这届阿扁啊总统任内的主政，嘛是做我8年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的陈凯模教授、陈凯模院长，伊的告别式，12月17日伫台北市二滨来举行，阿扁啊看到咱蔡英文总统亲自参加，这嘛是阿扁啊5年来第一届，甲咱蔡总统做伙去参加同一个丧礼。虽然我有看到蔡总统，伊无看到我，因为阿扁啊去予一位国安特勤的人员，安尼我炸掉咧，所以我的视野无法度能看到蔡总统，蔡总统更加无可能知影我坐伫遐。不过无要紧。
请你们安静下来，先请安静下来，我有话要对你们说，请你们安静下来，请安静下来，请你们安静下来，请你们安静下来。汽笛声、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，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。不过现场继续鼓噪，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。对于阿扁总统的人权，跟他在司法上、程序上的权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。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。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，蔡英文一边向挺扁群众喊话，一边安抚呛骂群众。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社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可以尊敬的力量，让这个社会认同我们的诉求，我们今天就应该在这个成功的晚会之后，带着我们的信心，带着我们的热情，我们回家去吧。明天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在这里跟各位说，各位晚安，尊重，再见。动之以情，诉之以理，珍重再见的话一说完，蔡英文头也不回掉头离开，展现强硬作风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